现场，吃的还好吗？我们感谢今天的西餐安排了，非常感谢，吃的很棒。OK， 刚才最后一个已经分享一下，专门就洗澡的地方，我觉得要产生就必须要以下的一个。我讲说是成功的条件，就是责任感。那我个人认为，单单责任感是不够的，还要有，你必须要有100%的责任感，差一点都不行。我要问大家说一下，要滚需要几度？100度，95度可以。99度那不一样，一直到100%，你才可以跟他有很大的一个反应。相信我们责任感的是如此，你必须要100%的责任感 ，100% commitment。你必须要对自己的成功有 100% commitment， 要不然你很难成功。我们都知道成功的人数是少数的，不是说我们想要成功就可以成功的，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少数的人成功，在另一位也是如此，少数的人成功。那么成功的人跟普通人有什么差别？就是这个100%的责任。当我讨厌下去，我不会再指责别人，我不会再埋怨别人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有的问题没有说我没有因为我的上线怎样怎样，我没有因为公司怎样怎样，我因为这个国家怎样怎样。这里应该很多普通的人为什么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整天就在指责别人，整天就在埋怨上司，他们没有欲望，没有100%责任感，整天就会指责别人。不是我不要，因为我的父母亲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我的好朋友对我怎样怎样怎样，都是因为别人而没有把它返回来变成自己的。为什么？就因为没有100%的责任。各位朋友，听好，从20多年前我一出来社会，我就告诉自己，这一生这一世，我借人家的他一笔钱，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第二个人帮我还，只有一个人会还我。那个人就是我，我需要还他这分期付款，没有一个人来帮我还的，只有一个人会还。那个人就是我。我的老婆要去买菜，他也只会跟一个人拿车钱，他不会跟别人拿车钱，他只能跟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我的孩子要去读书，他也只会跟一个人拿车钱，那个人就是我。那么这一切既然都是我的，我就必须要负起100%责任。所以我从来这一生从来不需要人家来鼓励我的，我不需要。有的人讲说，哇，他的上线没有鼓励他，你必须鼓励，那个事情自己本身，你必须要能够自我鼓励，你必须要能够自恨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你。今天要成为一个领导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首先他必须要100%的责任感在你身上。我是这样讲，我看你的病，我就懂你是这样的讲。有些人来跟我埋怨他的下线，他的事情怎样怎样不可以，他的这个怎样怎样不可以。我看他讲他的下线，我已经知道他非常多，因为有些人病，你就有些人讲。你就是想一想，所以今天三十七天有三十归零，给你记住的，就是你的领导人，就是这样一个人，能够扛起责任，拥有100%的责任感，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借口，只有一个原因，就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有这个组织和团队。各位。接下来那个分享
金山是西城区发展的，他在过程当中十多年来，老实说，感动我非常非常多次。有多少次，他坐在我们面前，眼泪一旦流下来，很多次坐在我面前，眼泪流下来，跟我讲什么？他跟我讲，老板，我要成为经理。有多少次是流着泪讲出这句话？每一次我看到我不想要女人，他让我一直不断的提醒我，我也想要成为第一。有时候我在想，没有他在我身边，有可能因为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女人。很多人说他们读书没有文化，这个不会，那个不会。不需要，要成功，他已经证明了，不需要。当然，他在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耗时。很多人说，哇，他的对吧，他的稿啊，全部都是图案的，全部都是画图的，那个是以前。今天你看到是透后，全部都是标准的内容。一个不到小学二年级的自修，能够每天都来进行，已经六十多岁，孙都有多少岁，都可以有这样的自律，再去学习，再去奋斗。每天我在新加坡遇到他，都是翻翻山山。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杀你的声音。从早看到晚，过去十二年都是如此。今天他有的成就，绝对不是偶然的。每一个人在这的人都必须要学习。他是谁？他是金山西的最高领导人，听孙俊大家说声 ，Six Million， 得有。连续三个月，你是一定去杀。再做三个月，你又做到，就一定去杀完蛋，孤单、追单、破单。所以我就觉得永远都超不到，超越不到我的领导。可是因为有一个人，有一位人，因为真真切切的人物，想了一个方法，说为什么要一定去杀呢？为什么不可以两个去杀呢？对，他就想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system， 只要你做两个追杀连续三个月，也就是 bubble 啊，四个就是 finish 啊，三个啊，六个就是 monitoring 以上以上。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天，
我收到一个 message， 啊，一个 message， 我邀请你去一个叫做啊 top four， 就是一个 top 16里面的一个 meeting， 不然间说收到那个我 KL 里面啊去那个 top four 的 meeting， 只有16位可以去，那个时候邀请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就驾了车上到 KL 去了九潭，上去那个 top four meeting， 我是那个最后一个。就是随便一个超越我的话，就被淘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小鸟，什么都不懂，我就坐在后面一个优秀里面，然后包括有南都、IV、国联老板在前面，就讲了这个什么法务什么。你问我会吗？我连 marketing 都不会。啊，就说讲的，因为一年半才知道嘛。那个时候呢，老板就宣布了这个游戏啊，这个系列，我觉得哎。机会的，说很多领导人好像 Albert 啦、Simon Wong 啦、罗廷柱啦、叶丽杰啦，那些比较老一辈的啊，在那边画那个图讲来讲去，我就在那边看。我跟你讲，我只是一个工程师，什么都不会，就在那边看。我根本都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因为我不会。我就当然他就那个记者阿忠回去，他就啊，我跟他就讲这个过程，他就。因为阿忠比较聪明，阿忠他是 accountant， 他懂 marketing， 所以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机会超越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里面，要超越古人，要达到那个目标，你觉得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真的是。我们要面对很多很多很多skill 啊，知识啊，来得到这个目标，啊。在2012年所讲的，刚才老板也讲 ，OK， 为什么30级会，就是因为老板讲了一句话，我要30级成为最强的一个组织，啊，因为这个是新加坡公司，新加坡老板，他必须要把这个30级发扬光大。那如果我听到这个老板跟我这样讲的话，你觉得我写吗？我写啊，对不对？因为他要跟我讲，要把这个30级的组织做到最强最大。那我们听完过后呢，肯定是要的。可是真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怎么办？跟咯，因为你不会嘛，你必须要跟呐。当在跟的时候呢，就开始去练习。所讲的 ，OPP 真的怎么行？啊，刚才讲没有错的。sperm and worm together， 哇 ，worm， 人家是 sperm and oven， 我是讲 worm， OK， 就是跟虫在一起啊，就可以生一个 baby 啊，哇，好写的，一个精子和一个虫就可以生孩子了，给、okay， 找虫在就可以生孩子了，就不用精子和卵子了啊，所以就是讲磨练，每天练习，因为你做这行，你要当这行。你要看价，就是你要这个行业里面赚钱，你是不是要有经验？要有经验呢、啊，你没有经验，怎样去跟人家谈呢、啊？那你不会就要学喽。所以我每天，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老板也讲，就说钱呐、啊，我是一家之主啊。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失败啊，突然没有钱啊，我没有钱，我不需要找钱来养我的家，不然的话怎么办？很惨啊。所以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生意去练习，因为我的行业不能赚钱的，我的行业里面根本都做不到什么，因为阿里巴巴淘宝，我唯一的方法就看到机会，里面有一个平台可以让我赚钱，哎，那个时候我要赚钱了，没有钱讲什么，所以没有办法，逼着去学练习，不管练习，一直在练习，不会学不会讲。真的，老师讲的，我们在前面里面，在那个过程中上里面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人呢、啊，讲到嘴巴都没有声音了、啊，一个人都没有动了、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跟我们讲的不好啊？可以讲讲吗？讲的不清楚，解释的不清楚，谁会跟你买？鬼才跟你买啊，对不对？有时候那个过程中里面就没办法，一定要清楚。我们卖到一个两瓶也有，我们讲还快，比如说还快，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货买回来要卖出去的，你卖不出去的话，那个货是什么烂货啊？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把它卖出去，必须要想办法去找事啊，摊价，
没有的话去指定，我得是这样，因为我是一家庭，我有三个孩子，我那个时候还小，还十多岁，这个是人生的过程，因为生意失败啊，没得选择啊，我真的是卑鄙的，卑鄙什么？要找钱，所以很认真的去学，去学一步一脚印，在这个行业里面，你问我难吗？你会觉得难吗？还是容易吗？很容易做吗？如果容易的话，不用我们了，对不对？必须要去突破，必要去学，学了之后跟人家分享，然后人家听得懂，人家才会买。在今天里面的那个过程中里面，就是一天每一天努力，每一天每天爬。说真的，我很感恩第一就是阿修，没有阿修那个 planning， 我今天也不可能会这么做，因为必须要有计划，要怎样做，要找什么人，然后把他们来配合。所以我真的很感恩三十七我们的伙伴，就好像那样，好像我们讲啊，这次的上次那个听啊那个安格队。也感恩林德丹，也要感恩很多很多领导人在支持，因为那个过程中我们要飞马，我们必须要有13-20，对啊，我们必须要跟他们沟通配合，他们相信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做到我们的这个秘诀。感恩的真的是一群很相信我的人一起在配合的时候，我才第一个月做到飞马。当我第一个做到飞马的时候呢，公司就看到李秘书长，你在开飞马，我讲是啊 ，OK。老板一听到我在飞马的时候呢，哇，身边很多那些 CMT 的人来找我，包括南部天空，包括Jackie， 我很清楚的那个时候来帮助我们。来协助我们怎样去做，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小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把他们做一个班级，大概有20多座 ，OK， 10年前哦，20多座，一座230块，10年前哦，230块，一年伙伴啊，谢谢，能230新币的一个班级是吃什么？10年前龙虾、鱼翅。鲍鱼，那些大大只的鱼，我唯一讲是 OK 的，因为我们不懂啊，我们就请了客，哇，可以招到200多个人，当然啦、啊，有鲍鱼翅，有鱼翅，有龙虾，你要不要来？肯定来嘛，肯定。讲到现在已经10年了，如果我去把它拿一个230块，同样的可以吃这种菜料，对不对？同样的嘛，对不对？都在10年前。200多个人在台上里面，当我在台上里面分享的时候，每个在听讲，哇，好假，他没有听你讲话，他那边哇，这个龙虾很新鲜呐、啊，这个鱼啊，我们在台上里面讲的时候是废话，下面的人没有人听得懂，为什么吗？在吃东西，所以他都讲 no， 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嘛，学到今天了，原来做直销要有方法。不可以这样请人家吃饭就 OK 了。我跟你讲，吃完的那一桌没有人成交了，为什么嘛？人家讲红酱，人家讲你海光啊，对不对？只要有下次有这个饭局，你跟我讲，我一定来，我可以叫50个、100个、200个、500个。是因为什么？不会，不懂，什么都不可以的。说好歹有公司的那个，好像拿出那些拉热来帮助我，改次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我台上里面讲的要有时间，哦，不可以太长，要讲什么，然后太不可以，是不是在学习？哦，过程中里面是慢慢的去学，要得到很多支持，就是公司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得到，因为第一次飞马是在2013年6月，同样的这个舞台。真的很感恩，说那个时候，这个舞台，那个荧幕，就是那个黑白的荧幕，和以前的黑白电视机啊、哦，所以那个黑白的电视机呢，我站在同样的舞台的时候，我的感觉啊，真的很感人，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我从来没有拿过，
只有在音乐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拿到第一名，站在舞台里面被表扬的。我被表扬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沿着来剧场来表演看一下，你知道那两只马有多大吗？那两只马有两个人的这样高，我很大个，在我的左边，在我的右边。给许多那天我被上台被表扬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人生好像感觉到很 proud 啊， proud of myself。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回味一下十年前的那个 video 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因为我真的很期待，好像今天我是拿这个飞马的第一名这样。 OK， 我们来期待看一下好不好？大概几分钟，来我们看一下。
有人肯定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站在舞台的后面 ，OK， 前面是看着这个荧幕，我今天感觉到真的很感觉强，真的拿第一名很爽，啊，证明我是可以的。所以不管学问，不管你有没有做过立威 ，no， 对不对？不是做过立威就可以拿到的吗？对不对？不是你有多少学问，你有多少经验做直销，才可以拿到第一 ，no。只要你要，只要你相信，你一定做得到，对不对？我已经证明了。那时候我证明身边有一群伙伴相信我，一起配合，一起共同来玩这个游戏，才有办法拿到这个荣耀。真的，再次的感恩我们三十弟弟所有的伙伴，谢谢你们，谢谢 ，Thank you， 谢谢。那个过程中里面，很多东西都发生，给人家批评，给人家埋怨，就好像今天这样，你邀请你的朋友来，我相信有些人放飞机，有没有？跟你讲的话 ，OK， 我也来，忽然间打电话跟你讲，说你啊，我阿妈先这样，不便来。哎，种种的理由啊，跟你讲什么塞车、车外、太阳风景，有没有？我相信。我感到今天的场很满，我很开心。今天我真的很怕说来到这里看到没有人呢，来自一半呢，那种感觉啊，把我今天感到 ，no， 立威就是这样，立威三十斤就是这样，这个是一半而已哦，另外一半在前个礼拜天做了，同样的一个感觉，我真的为三十斤。这样吧，这个三十斤真的，就我刚才讲了，你要邀约人，没有这样容易的，请人家吃饭，要从新加坡买飞机票给他过来，给他住宿，请他吃饭，他都不要来啊？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啊。里面15年呢、啊，是不是只卖一个产品？里面成功了没有？最怕是说，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还不相信，那个才可怕。但你们看到了没有？你们有没有看到刚才前面的讲师讲到现在在讲什么？三十七。对呀、啊，这个就是三十七啊。三十七的文化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你们看得到的话，等一下拿证据出来，跟你的领导讲讲，我要看你三十七，这样好不好？好，是这样的，对不对？好、哦，已经证明给他了。不要怀疑，在过程中里面对很困难，很多东西发生，真的很多东西发生，给人家埋怨，给人家批评，哦，讲到好像要赚你那个钱，哦，卖你那个产品的时候，他跟你讲什么？我、哦、外面卖什么价钱？有没有？我相信一定很多啊，这两天遇到很多领导人，我都听过了一遍了，你卖什么价钱？45条啊，包括20条，15条呀，有没有？有吗？那如果今天你是被这样的东西卡住的话，老李，对不起，你决定人生不会成功。因为成功15年，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对呀、啊，不是价钱的问题呀、啊，不是价格的问题呀、啊，是你怎样做才是对嘛，对不对？当初如果这个问题。卡住我们的话，我们今天不会这样打。10年前我们都知道了，不是现在啊。10年前我们在做 Reway 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已经发生这些问题了。如果我们还埋怨组织的话 ，sorry 啊，不可能，三十七就被淘汰了。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公司它的文化，相信这些公司很肯定的，我们是谁？很肯定的，希望可以帮到你，来支持你，来帮你，来给你答案。只要你啊、想要知道那个答案，你来坐下来谈。那惧怕什么？惧怕你们听完过后，
很久哎呀，因为我平时都未去，我嘛做去了，做了两个月，没事了，没事。那可能是你跟错人了，对不对？可能你跟错人，而可能你跟错组织。来，请你们试试看，光明正大支持的 support 到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世界的文化。怕你不要，如果你一讲要的话，我都会鼓励 support， 对吧？如果今天我没有赚钱，我讲什么？那能把我们配合吗？对，可以配合吗？多利威，最怕你们，你不要我们配合。最怕我，当我跟你们配合的时候，你选择不接受，那多利威，如果不接受，我将跟你配合。啊，如果你真的肯跟我们一起配合的话，我可以肯定担保啊，能够担保，你一定做得到，因为我都做得到，我相信你。从今天开始。我们认真的配合，好不好？真的，反正这个三十七的组织都是三十七，我希望三十七懂得我们的文化，懂得我们的做法。好，我们是一步一脚印做他的，一步一脚印，很多很多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啊。啊，就是说，来来，好像大家，我在刚才讲老板讲了，在老板的面前，你们真的流眼泪的，哼，流眼泪的，你们要流眼泪的。做你们要做到你眼睛呢，也就是这样，因为要被感动，感动到我的心，到眼睛就是这样的。那个是好的，不是坏的，这种是感觉啊，人要有感觉啊，对不对？人没有感觉就完蛋。啊，对啊，对，进来了没有？啊，进来了，对了，这进来你过来，还进来了，对，我不是最棒，是你们让我最棒。没有你们一起这里全部前面的飞马领导的，我哪里有可能今天不可能的？这个叫做配合，配合啊，对呀、啊。当我们要跟 DV 配合 ，DV 觉得我们配合吗？15年只卖一个产品，遥遥领先到现在，给从38平到现在15个国家60多个分行，哎，这个 DV 还是可以跟，聊跟谁？可以跟吗？这可以跟吗？哎，可以的。因为就是这样的，这样大的舞台的，这样的配合。所以我今天可能我会离题呀，我的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做就对了。你看，舞台天不用紧，只要敢站在这舞台就 OK 了，对不对？对呀、啊，要敢站住啊！第一次我站在舞台里面，我跟你讲啊，那脚是这样的，那个麦是这样的，我敢上来啊，我敢挑战。为什么？因为我要吃饭啊，我的孩子要吃饭啊。对，即便你现在很有钱，你可以选择不一样。啊，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挑战。如果你不挑战，你就去外面做 KJ。哎，做 KJ 要有勇气，你知道吗？什么叫 KJ？ 你懂吗？做乞丐，乞丐。你去做乞丐，你脸皮要厚啊。你跟人家哪些人家会骂你的？以前我看到那些乞丐，有手有脚的话。不干卖酒，不做乞丐，你觉得他要这样做吗？你觉得他要这样跟你拿钱吗？就是啊，因为什么？家里可能有人要饭吃，家里还有父母亲要养，找不到工，没有工要请他，可能身体有问题，有没有可能？然后跟你讨钱的时候，你看要干卖酒，以前我就是这样想 ，sorry no， 现在我看到乞丐。我有多少问题啦？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有看病都跟他养病了，对不对？你觉得那些车玩我什么东西？那些孩子在那边，阿哥，你觉得他要这样吗？没有饭吃啊！阿娜娜，里面有一个平台让我们翻身啊！10多年前，我的生意失败啊，真的欠人家一大笔钱啊！欠钱，你跟人家借钱，很不好意思的跟你讲，人家会讲你什么？人家会讲很多很多很多不好听的话。可是我可能啊，我的脸皮不够坚固，要跟人家借钱，跟银行借，对啊，要给利息的，我赶紧给利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只要做，要很认真去做就可以了。只要有一个平台，我们看到利润。我就是看到VV这个平台，这个产品，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的去练习，每天的突破我自己本身，好、哦，
然后去往前走。我还记得2016年，我那时候就飞马山，有一个四天，陈四天，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律师，哦，好像叫做乌来伊，啊 EIG 啊，啊，他飞马式被表扬第一名。他被表扬第一名的时候，在那个舞台里面，你觉得我的感受是怎样？对对对，当然我们不可以被人家有本事超越。那如果有人本事超越我的，我们要佩服他，对不对？因为他有能力，他超越我，对的，没错的。可是我在下面舞台，我排第二，我感觉到很不舒服啊。哎，不舒服是对的吗？对的，不舒服才对的。如果是舒服的话，完蛋了。如果舒服的话，哎呀，超越就超越了。Okay, 那这个组织就完蛋了。No， 我选择挑战，我跟阿周配合，来，要怎么办？尽量你去找人，希望可以找多一个人来配合，然后来全体来去做。我们总共用了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2017年，我超越他，我全能飞一马，拿回我第一。当我拿回第一名的时候呢？你觉得外界的组织会怎样看我们？眼睛盯着30岁啊！所有的那些外面的领导人啊，就是阿登丁嘛，一30、31、32、33、34、35、36、38、39，他的眼睛是盯着我们的30岁，盯着啊，就是盯着说，我一定要搞定你啊，一定要把你贬低下去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另外一个小男孩来了，那个叫做 Andy So， 有没有上台？哇，他的感觉很兴奋哦，他实在要超越我，哎，真的是给他超越掉，飞马去来超越，你觉得会爽吗？不爽，真的就不想这样，这样辛苦超越一个人，不然连一个人就超越我，我感觉到我的那种压力，对不对？不是说我一定要拿第一名，可是我肯定要拿第一名，肯定要拿第一名，不然的话我怎样交代？我们是30岁的领导人嘛，我们一起人一起拼的嘛。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感恩谁？我感恩我的林安，我感恩我的杰森。那个时候我们在老板的房间，老板。就是说简单嘛，我每次找老板一定有原因的。老板，我想要拿回我的第一名，有什么方法？当然掌声啊，一定要掌声啊！因为我们是没有人，没有那种 Q 啊，那种方法去找神，他有方法吗？就是神神。OK， Mr. Lim Boon Hong Doctor， 然后还第一份，还第一吗？对啊，去找他嘛。找他的时候，跳，有，你马上打电话给杰森，马上打电话给林安就可以了。哦，可以是耶，打电话阿罗林，你知道，你出来 ，OK， 来 office， 杰森，你知道，你出来，啊，陈俊，来，马上来，很 urgent， 你一定来，来我的 private 的 office， 说、so, ，他们听完电话之后，你们觉得他们会怀疑吗？我去叫他们来，他肯定怀疑的嘛，对吧？就那个时候，不到8个小时来到立碑的 office， 哦，然后立碑的 office 的话，他们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我带他进去上面那个神台，坐在那边 ，OK， 用神台讲话，不用讲话，神那边。哎，就是这样啊，做直销就是这样啊，去找那些可以借力的人来谈。然后那个神就就找你，那天就拜飞马，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很爽啊。那3个月拜飞马的时候，流多少眼泪啊？你们哪里听懂的？去跟人家谈的 taxi driver 啊 ，OK 可以吗？什么吗？我要做飞马，一万三可以吗？他跟你讲万三够吗？多少可以吗？哇，那个眼泪马上，去找什么？找人家什么？什么？要开口嘛，你不开口，人家哪里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开口就不拉的。所以我们做人要会做人，
要黑跟人家沟通，跟人家配合。当你有东西要得，要求的话，比较容易，对不对？比较容易嘛，都沟通等等等等，要配合。我跟你讲，我们在搞那个过程中，那三个月回家也不困难，真的没讲很困难。你看那些是哇，你回家一困难，哦，我拍困难哈，对不对？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因为这两位领导人。那三个月得到飞马，我从飞马步去到飞马去超越那个肖老，对不对？没错，他没错，他真的很认真。哎，听说是一个很积极、很想超越我。他每次要超越我的，我就拦住他；他每次要超越我的，拦住他。我跟你们呆了了，扎住了的。为什么嘛？有能力嘛，要有能力嘛，对不对？讲要用嘛，要做给人家看嘛，是吧？我就拿到飞马旗，哦，然后那个时候又再来了，真的没完没了在那边比了一下，是一个挑战啊，在这里，挑战好不好？挑战过后，你的负担比较厚，好不好？哎，就是要这样啊，挑战过后自己比较厚嘛，挑战的自己空空的话，兄弟啊，要时间的，挑战就是要成长。希望可以赚多一点钱，可以讲讲吗？对对，可以赚多一点嘛。如果拿到第一名没有赚钱，拿来干嘛？对啊，拿了要不带有。从那个过程中里面又来了，我在台上里面，哼，我要超越，而且今天超越不到。然后呢，来比了，当然很多组织里面在比的哈，在台舞台里面会喊的，我要超越飞马纪录。我死都要不到！哇，听完之后呢，下面的飞机发嘞，对不对？第一个，我们没有能力量超越他，对啊，你没那喊的，好彩我们的保镖弟有干，有机呀，哦，保镖弟有机，保镖弟有机啊，很认真的配合，帮你飞马机，哇，在2018年，在新加坡的 Stadium。新加坡的 Stadium 啊，那个时候新加坡的 Stadium 在舞台里面 No.1 什么的金山主席，只要是金山主席你唱给我，我就很开心的，我因为我可以继续。诺丽啊 No， 你真的会生气吗？我的性格 No， 真的老板讲的吗？当然是自己人啊，当然是自己人，他有啊，我想要唱给他很难的，有时候讲人家话要唱出一两个，真的很难的。我如果唱到飞马组，我还是按在他下面的，为什么？谁拿到是第一名嘛？所以如果拿到飞马组，我还是在你下面嘛。如果飞马十的话，我才唱给他嘛，因为都没有飞马十，是飞马组。OK， 可能讲飞马组完当单，老板这个人就开始了，有 idea 了，哎，这样不行。所以如果这样的飞马一直来越来越多了嘞，他就玩一个什么环萧然那个环是怎样来的，一个飞马舞就一个环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在日本2019年，我们有一个化妆舞会，忽然间同样的 Top 16七个雕坐在那边聊天天讲，他讲什么？我有一个新的 idea， 如果得到一个环两个环，你可以得到100天。我那个时候，把飞利已经飞马举了，对不对？飞马举是他已经唱过飞马舞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谁？阿朱莉，对呀，阿朱莉那时候就飞马举，两个环我得到100天。那一天将宣布，我他只把钱，他讲里面你的户口看一下，你的户口有多少钱？哦，8000，阿本，将来的因为两个环得到100天。哇，黎明真的特别重，很爽啊！每天给你钱啊，怕你不够用啊，对不对？就是怕你不够用。所以他一讲到两个环和飞马七，我是飞马九，因为一个环比一个来得嘛，是不是马上超越马飞利？我又拿到第一名，哇，特别重。每一周不讲第一名啊，有时候多一点这种 idea， 看台什么 idea， 可以让我得到第一名，不用拼到半死，爽不爽？哎，李维军是这样讲的，李维军是这样讲的，在台上，我还记得在2020年飞马七二环，
那个是我们的组织的妹妈，只有150位。就是我们的第30届的组织里面，大概有150个妹妈，在那个筹备的过程中，我们的妹妈一直来，一直来，到现在目前，整个立位的组织的妹妈最多就是我们的第30届，真的要你们第30届这个热烈的掌声，因为最多妹妈就是我们第30届，是不是很骄傲？说如果你今天是新来的。不要记什么30、30、30、30，记得37。对呀、啊，要是一个最强的主题啊，对不对？老师讲的，今天37，我要听37讲话，要参与就是37的主题，因为有成就，有能力，对不对？对，再给37个掌声。因为有能力，因为真的是有实力，因为有方法，有 system。我们才做得到，对呀、啊，配合而已嘛，对不对？对，没错。我讲到哪里去了？哇，很紧张啊！为什么啊？因为今天讲到30就很开心啊。平时的那些表扬大会啊、培训会啊，不能讲的。你讲的是人家自己的，对不对？你讲这个人家常开心的。今天大大方方的讲，大大方方的讲，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房间里面就是30主办的一个。培训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得懂我们的，我们要参与是一个最强的一个组织，对不对？如果我要做生意，我要参与一个最强的公司，而且立威这15年里面已经证明给我看，一个产品38品可以发展到15个国家，60多个好人，这个公司不可以跟，我们要跟你什么公司？对不对？所以这里是一个，我们呢跟一个很聪明的领导人，很厉害的领导人，可以让我们赚钱的一个领导人，对不对？林国峰啊，这是我们的总裁了，对不对？对，都讲对的啊，你这要，哎，我们的一个林国峰，没有他，根本没有我们。我今天会有这种成就，因为我参了无数的。啊，高峰会议。当我参与高峰会议那个时候呢，里面有答案的，就是因为每3个月都有一次，每3个月都有一个目标。当老板讲的那个目标到现在啊，没有说做不到，每1个3个月的目标一定成功，一定做得到。到现在啊，我没有 miss 过一次高峰会议哦，而且这个12月3号，我们有一个高峰会在刚才讲在湖南，对不对？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啊，为什么吗？我很期待去到老板的家，哇，那个正好像5到6亿，那个房间比我房间，对不对？我现在拿到宝可以在你的房间呢、啊，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人住，他第二个人就我只有一个床，我不用挤，我去哪里都可以，你看。多么感动！有人真的是给我啊，让我们可以去到他的家来做一个高峰会议。那个人，我很期待那一天，老板在宣布什么，来让我们更加强、更加勇敢往前进，这样好不好？好不好？所以我们给林文波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要真的，我们要感恩所有公司的 CMU 工作人员。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上司，到处很认真的一直在培养我们，一直在跟进，一直在教育我们。从一个小的什么都不懂，到现在可以站在舞台里面，你问我紧张吗？他并紧张。现在你问我紧张吗？练习啊 ，training 啊 ，training 到我好像感觉到，哎，老板这样派进来，因为我的时间应该。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就是我超越时间的啦。好了，交给谁干的啊？我们这样快进来，这么快进来，不，我很可能今天有没有看到老板带着这个30斤的病？哇！他们两个是技法，整个组织里面所有的兵没有一个比我们厉害。哎，老师讲的
讲的，你们认识的，你们一定去看的。你可以看这个什么方巾，什么什么基基基，什么台湾，什么什么什么，整个里面都在玩，给我看到玩的啊。所以还是三十七，你讲的，是不是？没有您的，只是三十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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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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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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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有名的，只是三十七没有名哎。三十七就三十七。三十七我们人来到这个地球，就在找机会，对不对？在找机会啊！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的话，你不来你要等什么？去外面看一下，看外面有没有这种的好像立碑这种的平台 ？No， 绝对找不到第二件，只有一件。我跟着立碑十二年，我死了后看到他喊什么？有一天我们会拜拜神。白白才能让他梦呢，如果可以翻身呢、可以起死回生呢，我还在这里面，我还在这里面，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起死回生给我们每天开心快乐那种感觉，多么爽，对不对？真的很爽，我的女儿在这里，我真的很开心，我的女儿在这里，我的女婿也在这里，我的大女儿也在这里，我的老婆也在这里，对不对？哇，太爽了。我想不要下台呀、再讲多一个小时了，对呀、我不跟他讲什么了，我讲到很震撼了，我讲是有人气了，就讲到很震撼，因为讲到很兴奋呐、很开心啊 ，OK，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我下台就忘记了，还有一个责任要做，一月六号是我们新加坡一个嘎拉尼呢，对不对？对，是嘎拉尼呢，16000人呢。16000人，只有三星才拿到一张票，对不对？三星要两得到，左边两个沙，右边两个沙拉，手里可以拿到一个星哦。就那个时候，老板玩出一点点，给你们更加容易一点点。左边一个星，右边一个星，一星变两星，砰，一个三星可以拿到一张票，对不对？那如果一张票，两个一星拿到一张票，就证明你要多少业绩？5万，就是50000新币。你才可以拿到一张票。如果16000人乘以5万，它等于多少？800 million 恐怖吗？800 million 新加坡dollar 啊，不是目标，那个是大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嘎拉尼呢，我真的很期待那一天呢，对啊，每个进来的那些领导人啊。每天进来的是有价值的，做到5万块的进来里面吃饭了，对不对？一呢啊，连被表扬了，对不对啊？想不想来你们？想不想？不然我们看这个荧幕先，来感觉一下先，好不好 ？OK， 来，我看个视频。Along this journey, we have moved from a small stage toward a grand stage.Gradually developing from a small-scale gala dinner into a scene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his is WeWay International. 欢迎来到 WeWay 国际总部开幕式。It started from Singapore, embarking on a journey toward globalization.Together as one, we fulfill one another and achieve our goals. To all of us who are walking this journey together, the journey together with you. WeWay International.
60th anniversary gala dinner.你跟我拿票的话，对不起，我没有票，我不多，我的票会给我们最靠近的人，对不对？如果你靠近我的话，可能可以拿待在张票；如果没有的话，跟公司谈谈一下，拜卡还可以有，对不对？都真的很震撼，希望1月6号可以看到你，我的份人就在这里，谢谢大家，Thank you。16周年，其实刚才人家有讲到，不过15周年预备多少人呢？15周年是在台湾高雄，其实不是26000人哦，是2600桌。其实新闻是讲26000人嘛，其实那一天是2600桌。你知道大部分的桌子都是11个人、12个人，而且后面还有很多是这样排的吃便当。我记得当时很多吃便当的那些人哈，现在台湾现在已经是飞马了，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我都听到好几个，好几个飞马分享说，当时他们15周年的时候是在后面吃便当的。也就是说，当时他们还是很新人，没有票可以进去圆桌吃，他们只可以在后面吃便当，所以他是远远超过26000人。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姐妹，你们最后一次除了另外以外，最后一次吃千人宴的，1000人的晚宴，是几次？或者有没有过？1000人的，有吗？有也是非常非常少，对不对啊？10000年才一次的那种，是不是啊？那么有没有吃过除了 Reve 以外万人宴的？没有。老实说，我也没有，从来没吃过，也很庆幸的，第一次的万人宴就是 Reve 的万人宴，很庆幸。更别说30000人的晚宴。根本全世界没有一个会场能够容纳得下30000人的晚宴，晚宴哦，有吃的哦，30000人的意思就是3000只鸡哦，3000条鱼哦，就说那个城市的鱼可能忽然就没有掉了，全部给我们吃到，那一天呢，是不是？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奇迹，而林威每年都是这样，每年。那么这一次，突然间从2-3万人变成16000人，林威说水算。你觉得林威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不会，绝对不会。我们又回来了 Singapore Expo。那边最多也只能做这样的，16000人，不过都是咱们去杀。刚才对你讲的，我还没有讲清楚，是9月份开始的咱们去杀，9月、10月开始，9月、10月、11月、12月，如果还有票，我很抱歉、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单单9月份、10月份。就已经接近85%到90%了，他的票已经85%到90%了。很多时候做过立位的人，每次都说：“哎，老板，你跟他讲电话，你每次报大数的，让我们紧张。”不过这一次确实是这样，
我们并没有到达水平。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就算你可以完成3分3，我可以很抱歉跟你讲，你都未必有票，你都未必有票。尤其是现在已经是底了，九月份的时候月头，我就在高峰七场高峰会议了。我那个七场高峰会议都重复一句话，在那个时候我讲说，未来的4个月，就是9月、10月、11月、12月，这4个月的成绩会是因为去年的整年的成绩。我一直重复这句话，结果单单这2个月半，就是去年因为整年的业绩。他是怎样的速度，他是怎样的倍增长，也就是说很多人参与在当中啊，很多人参与在当中。所以你只要打开眼睛看，你看飞马的人数而已，单单飞马人数1000多人，你们懂飞马什么概念吗？刚才他们分享的3个月里面最低业绩哦，不要讲什么不是有业绩就可以，不是哦，你要在对的地方有业绩，最低的业绩都接近新币400万，最低连续3个月要有总共要新币400万，400万什么概念？400万是一辈子吃不完的以前了，对不对？一辈子吃不完了，这样的业绩是很可怕的业绩。超过1000多人做到，听好了，超过1000多人做到啊！哎，证明他可行。而这1000多人不是说哇，以前就是很厉害、很会卖的人了，不是哦。大部分都是得这样哦。上来很多什么，很多什么，然后不要下来的那种。这1000多人里面有18岁。一直到84岁，这1000多人里面，以前有炒股条的，一直到一个企业的上市公司的总裁，这1000多人里面有文盲，一直到大学的教授，这1000多人里面有男有女，一般都有，什么本事都有。我这样一眼看下去，你们在这个范围里面。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你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参与在当中，为自己的成功负起100%责任，你可能就是下一个人。完成几百万的业绩，你说你会不会有收入？你100%有收入，有业绩肯定会有收入啊。不管是什么制度，只要你有业绩，肯定是有收入的。既然已经有1000多人做到了，证明它是可行的。你只要做的就是跟从，什么都不要讲，什么都不要说 ，shut up， 上天讲什么 ，OK， 去，上天讲什么 ，OK， 做。下一个可能就是你，因为已经证明了，不是一次两次，1000多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我不能想象当天16000人最低都是刚刚出炉的钻石三星，那一天的那种气氛，那一天的那种热度，到底会热到什么程度？进去里面会被烫伤的那种热。他是在创造历史，这样的一个晚宴，不要跟我讲说没有办法啊！我听到的时候哦，那个人哦，戴眼镜那个眼镜讲哦，没有票了。我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想尽方法，买黄牛的也好，买黄羊的也好，你想尽方法混进去，对不对啊？你一混进去，他有可能炸开你的格局，改变你整个人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情只有一个地方有，那就是立威。
所以很简单的，做就对了，是不是？这就对了，因为一切都是对的，不对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了，一切都已经对了，剩下的只是你做就对了，是不是？当然做还不够，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也就是下一个主题，什么关键？关键在于配合，配合，你一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你一个人现在去做背包，你找谁？不会，对不对啊？怎么讲？我不懂啊。配合，关键就在配合。那么立威最不缺的就是人，最不缺的也就是会的，很多人都会，关键就在于配合。那接下来要讲这个主题的分享者，在还没介绍来上来之前，我是要请。